么样，我搞不懂。为什么要扯国籍？我知道你是个。Oh no！ 哎，哎，哎！不要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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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超派铁拳揍他一顿，讲什么啊？就是仇仇中是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搞不懂。为什么要扯国籍？我知道你是个。Oh no！ 哎，哎，哎，不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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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答案是不对的。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揍他。嗨。你入嘴里倒是台不台湾人，我在台湾也十几年了。说到嘴，对台湾的店家，你有过任何包容的心态？我们吃饭，我告诉你，我吃饭十次里面也有八次会遇到。那是你的选择，不是我的选择。为什么你要要求每个人选择跟你一样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说，我就搞不懂。我没有说啊，你的立场是你的立场，我的立场是我的立场，你的价值观是你的价值观，我的价值观是我的价值观，有什么好把你那一套放在我身上？我搞不懂。我们一起上去，我们去外面，然后跟我们分享其他用餐，好吧？虽然是你的店，本来东西我也吃不下了，你还打扰我用餐，有什么办法？你就是这样的，真的很屌，蛮屌，还可以吧？怎么会是演的呢？各位，我都替我的安全感到紧张了。不过我们就把话说完嘛，超哥。嗯，好不好？你觉得我今天是带着一个负面的立场过来跟你，就是批评你的店家，就是你认为我的态度是什么？我只说华人应该不要再扯什么哪里人，这里不是、啊、哪里华人，华人大家都是人类，都是华人，不要再扯国籍，这样听不下去。对啊，听了我就听不下去，讲的好像。怎么了？我们接受任何善意的批评，那你就不要扯什么国籍嘛。如果像我这么尖锐的话，讲什么啊？就是仇中是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搞不懂。为什么要扯国籍？我知道你是个。Oh no！ 哎，哎，哎，不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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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没拍了，我看那边没拍了。不要这样子啦，我叫警察啊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立场？我的立场，快点。不用在那边搞嘴里了，台不台湾人？我在台湾也十几年了。对台湾的店家，你有过任何包容的心态？我们吃饭，我告诉你，我吃饭十次里面也有八次会遇到。那是你的选择，不是我的选择。为什么你要要求每个人选择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、啊。你的立场是你的立场，我的立场是我的立场，你的价值观是你的价值观，我的价值观是我的价值观。你有什么好把你那一套放在我身上？我搞不懂。那我有我的选择啊，终究是我的选择啊。你可以用我的选择去对待我的店面啊，不是一样意思吗？对，所以。就是这样，对，这就是你的风格，这是你的风格啊，那也是你的风格啊，我了解啊，我讲的是包容，你讲的是尖端跟对立的，这个没有什么意外的、啊，你的风格就是这样。好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的确我的风格是这样，没错，你说的很正确，涛哥说的对，他叔叔说的对，你跟叔叔说，他说的很对，抛开所有事情都改变。那我希望我们之间，或者你跟台湾餐饮业之间是朋友。其实是为什么你要把你的餐厅挂上台湾的餐饮业？同舌的同舌之辩，因为你不能上去，好吧？一起上去，我们去外面，然后跟我们分享其他用餐，好吧？虽然是你的店，本来的东西我吃不下了，你还打扰我用餐，有什么办法？你就是这样的，真的很屌。
怎么会是演的那各位，我都替我的安全感到紧张了。那我们就把话说完嘛，超哥。嗯，好不好？你觉得我今天是带着一个负面的立场过来跟你，就是批评你的回答，就是你认为我的态度是什么？我只说华人应该不要再扯什么哪里人，这里是、啊、哪里华人，华人大家都是人类，都是华人，不要再扯国籍，这样听不下去。对啊，听了我就听不下去。讲的好像怎么了？好，你去，你先去。我们善意的接受，我们接受任何善意的。那你就不要说像国籍嘛，如果像这么坚定的话，会靠北的。讲什么啊？就是仇中是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搞不懂。为什么要扯国籍？我知道是个。哎，哎。哎、欸！不要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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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这样。哎、欸，好，我没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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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拍那边，我没拍了。不要这样子啦，我叫警察啊！讲个话而已，我没有拍了，我没有拍了。拍完了，好像没有拍了。有违禁。不要拍了！好了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立场？你要拍吗？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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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